都有。定价。我没有换，因为我想说还是电话订阅。学生証出したら死にるもらった。宣伝だか、芸能税か、多分芸能税か。あよ、あよ、多分数、週、快、高、十元安くなる。
七月寄两次张家口，一次吉星，一次定婚，然后十二月一号台北寄，然后十二月十几号他厦门又寄一次，然后十二月二十九号又回门又寄一次，又搞了很盛大。他问我要不要去，我说我不敢。那零下二十几度，我说我不要去。有那么冷吗？张家口很冷。张家口很冷，他在北京还北啊。他那下大雪啊，然后他们年轻人去，第二天还去滑雪。我说我这天气冷，应该没什么。我不怕冷，还好怕冷。因为外面都零下二十几度，你根本出去就根本没办法动。因为好像北京2022年冬季奥运在那边办，张家口。对。2022年，所以他现在开始已经建大建设了。他盖一条高铁从北京到张家口，那以后只要他有几百公里，500公里，应该有。他说以后半小时就可以到了，高铁半小时，吃肉不煮蛋，吃肉不煮蛋。现在开车要4-5个小时啊，4-5个小时。2个小时啊，高铁啊，1.5个小时，2个小时，好像没有碰到啊。谢谢，来来来来，我们结束以后，在德国再待个四天左右，去找一个朋友到朋友家里住几天。我见本来想去北京的，北京好久没去了。北京我也很久。变很多，对啊，变很多。我就很想再去北京了，我想找一个北京的。是王少郎同学，有一个他北京同学，住在伦敦那边认识。然后他爸妈说：“你来我招待你，又不好意思。”他就在黄金园后门那边，北海公园旁边。现在我看大陆连续去北海公园，好漂亮。差不多，差不多。还有香山，香山。我要去八达岭。我们是去过八达岭跟居庸关，居庸关也去过。可以再去，可以再去。可以再去，因为北京，我那时候去是王立文小学6年级的时候去的，现在。我们那时候那工程在三环跟4环之间，所以现在搬走了吧？搬走了，那个我想那块土地是郭康的那个，他以前是跟不是跟我讲以前有，他跟黄师合资，那土地是黄师的。我一直很怀疑的，他说土地其实是买的。但是经过几任的总经理这样交接来交接去，都是骗的。没有，他买是这样，你使用5年或75年，买那个地，我可以给你使用5年或75年。对。应该。下午是那个蛮难看的，但是木栅的不用只有一个展示。
木星路也有一家日本料理，常常排队排满满的人在外面站。有一次我跟王少堂说，今天没人，我们去吃饭吧。去吃他说四十分都不到，你都不用来吃。他说四十分都不到。我儿子说不好吃啊，他说以后不要来吃了。那为什么会排队？我就不懂啊，还是我们家太挑了。牙齿厚。对。